观众，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要开始演讲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》。那么今仔日已经进入了第八天咯。那么诸位，请大家拍开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》的经文吼，佛祖安尼讲咯：色受有人，若有罪，若无罪。有害家属，减下其身，清念观世音菩萨名者，皆是断坏，即地解脱。注意安看清楚吼，即就是讲你清念观世音菩萨的时阵，如果呢你身躯了卡口手口，哦，被人要加害时，你清念观音菩萨圣号，那么能得救哦。咱讲做白话哈，来仔细看好。假使又阁有人，或者是有罪，或者是无罪，被手铐、卡铐、禁戒、绳索、监禁、胁迫伊个身体，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都会一一断坏，马上得到解脱。做为安怎看呢？吼？那么总共一句，伊这意思就是表示讲，你若当拄着呢，脚铐、手铐铐掉的，不论有罪无罪，或者是受冤枉的时阵啊，请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，安尼共款会得到解脱的。那么这个所谓救患所带这个有害枷锁是啥物件呢？这拢是呢，一个脚铐、手铐问题。来，我先解释一下哈。什么叫做呢？有害枷锁。来，伊安尼讲，这个有是手镣啊，这个害就是呢，这个卡镣，这个枷是头上腿枷，锁是绑在身上的锁啦。反正有害枷锁，拢总是不好戴啦，唔是卡镣就手铐啊。古早时代要掠钱赚的时候，用一棒啊，头壳中个夹的，哦，迄款就叫锁啊，哦，那么什么叫枷呢？就套在颔骨迄个物件，卡到手铐就丢啦，白条条。如果你受冤屈、受委屈的，哦，受呢不公平的灾害呢，那么念观音菩萨会得救哦，也容易在这所在。好。那么注意，现在呢，佮拍开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经文吼。那么佛祖也咧讲咯，若三千大千国土，万中万刹，有一上主，上主上人，即持重宝，经过险路，其中一人作是创言，诸善男子，目的恐怖。你定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，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。你定若称名者，以此万刹，当得解脱。众生人闻，即发声言：南无观世音菩萨，称其名故，即得解脱，无尽意。观世音菩萨摩诃萨。威神之力
巍巍如是。那么这也是正念观心菩萨呢，伊所得到的感应就对啦。所以呢，这就因为知足真济真济，因为正念观心菩萨受观心菩萨巍巍的大威信力呢，所护持加庇的一款因果啦。来对，咱讲做白话文下，来详细看哦。如果三千大千世界的国土内底，充满了其中都是万害一堵擦，有一位商业的主人，带了诸位商人，带着贵重的宝物，经过危险的道路，其中有一人。做这样的唱说，注意善男子啊，无必要恐怖，恁应当一心称念观世菩萨的名号。这位菩萨能以无畏惧施舍和众生，恁如果称念菩萨的名号，这些怨忏呢，当会得到解脱。所有的商人听了后，都发出了声音而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因为念伊的名号的因果，立刻得到解脱。无尽意菩萨啊，观世音菩萨摩萨威严神通的力量，伟大的纯纯这样啊。诸位看了吼，这就表示讲，有一个商人呐，带领伊所有。参与同行业的商人呢，经过险路，有炸一堆珠宝啊。那么过去的时代，拢有这土匪啦、强盗啦、海贼啦，因此去抢劫，甚至呢谋财搁害命啊。那么你连提起全部精神集中火力来念观世菩萨呢？因为观世菩萨，我有讲过，伊袂放点点。伊决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，用伊心通咱呢，来使着你呢，经过这条险路啦，平安度过啊。所以重点在这所在。所以就称念观世菩萨呢，伊的功德利益好处非常之。自古以来，中华古今，我常念观世菩萨的圣号，这条感应的呢，是非常非常之哦。好。那么下面咱继续去讲普门品的经文吼，请大家拍开哦。若有众生多以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欲；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嗔；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痴。无尽意，观世菩萨又如是等大威信力，得所饶益，是故众生常应心念。诸位安尼看有明白吼？我相信咱以为个人，一个人拢有去念这个普门品呐。那么经过如本法师个念过了后，你倍加亲切，念你家己你听嘛听真爽快。听你听你家己嘛真法喜充满呢，够足熟悉呢。好，注意听哦。那么这是经文文言文呐、啊，咱化作白话哦，来注意看一下。如果有众生呢、啊，容易呢起这个淫欲，时常称念恭敬观世菩萨，便会得到远离淫欲。如果时常发嗔恚心的人，时常称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会得到远离嗔怒心。如果多犯愚痴的人，时常称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会得到远离愚痴。无尽意菩萨啊，观世音菩萨。有尊像这顶顶的大威神力的力量，多方面会饶益一切众生，所以一切众生时常应该心内呢爱忆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。
做位有关的吼，这无介困难。总是敢教一句话，咱在修道过程当中，你多念观世音菩萨就无唔对。有当个，所以啦，人不惹风尘，风尘自惹咱呐。食不迷人，人自迷；酒不醉人，人自醉啊。外口荣华富贵，往往的伊未动咱的心，但是咱自己心动。结果呢，风尘不惹人，人自惹。好嘛，安尼呢，听好，做一代志拢家己定力无够，禅定无够啦。因此有境界转甲曲曲转呢。佛祖唔再用这贪嗔痴呢，这三毒做一个批论。三毒是来自于你的内心所爆发的，起贪心，起淫欲心，哦，心内对真理的真相无了解，产生愚痴啊，拢是心病。所以多念观世音菩萨，自然就要解围，使三毒净化解脱呢。哦，那么头一个解讲，你也做生淫欲心的人，你多念观世音菩萨，自然观世音菩萨冥冥之中。会含糊去引诱哦，慢慢净化掉。所以呢，咱拿以夫妻来讲，正式夫妻会当净淫呐。你的性的行为、性房无所谓，但是呐，正式夫妻以外，男人去呢金屋藏娇，啊，女人去找男人呢，做迄个不清净的代志呢，就构成邪淫咯。安尼未使啊。所以呢，咱来。娶某了，结婚了后，夫妻就是夫妻，莫伫遐异想天开，安尼犯了这人伦道德，哦，会败害，安唔好。所以一部经，哦，叫做《萨迦尼天经》啊，伊安尼讲，《萨迦尼天主经》云：自妻不成就，好因他妇孺，是人不惭愧。受苦尚不乐，好，这有关系哦。伊讲伊娶某了，可能世间人讲一句话真无好听啦。某用久了后，煞生了呢，哇，安尼只野心气骨啦，哦，未满足啦，还是呢嫌东嫌西啦，因此起其他妄想啦，爱好别人的良家妇孺呢，甚至淫人的良家妇孺呢，即款呢。咱有感觉无惨无愧，安尼未使。阿妈会得到真无好，真无好果报哦。哦，伊有经来讲，淫人良家妇孺呢，安尼阿妈得到呢三款的果报：第一，来生得到绝世的果报；第二，会得到呢所谓无好的这个什么呀？哦，一过火啊，拢是冤亲债主咯。哦，所以婚姻以后未幸福，只有在那含过去成长呢所做的这份淫人良家妇孺啊，女人去找查甫呢，有种种密切的关系。所以规家伙啊，拢都是冤亲债主，乱吵吵就丢了。哦，啊，今生来讲就已经有够你受啊啦，叫做受苦呢，时常未快乐。哦，上有良家妇孺啊。总是缺德事情哦，这四字啊，下过念一遍哦，乖乖。萨迦尼天主经云：自妻不成就，好淫他妇孺，是人不惭愧，受苦尚不乐啊。哦，要注意哦，虽然唔懂不懂，可能良家妇孺呢，就起了非分之想。异想天开，这种未使。所以我会记得，第42章经有做教咱如何对待呢？一切男人、女人呐、啊，伊安尼讲。42章经云：相知怒者如谬，众者如假，笑者如瞒，智者如主，生道脱心，是灭恶念。哦，伊讲真清楚啊！吼，你就安尼观想，安尼想。既然有心修道学佛咯，就算讲你无学佛、无修道，你心内嘛爱安尼想，爱落去观想啊。年纪比我较老的，
哦，我的长辈啊，当作是我的老母啊。哦，啊，年纪也加我较一岁点诶，加我五六岁，加十岁呢，当作我的阿姊啊。年纪也加我两三岁，较少岁呢，当作我的小妹。年纪呢，差不多五六岁啊，七八岁啊呢，当作是我的囝。哦，我查某囝就对了。当时心内生着道脱之心，啊，要引伊呢来入佛门三归五怪来下苦修道啊，生着道脱之心啊，自然而然，你就识别了你所有的恶念啊，怎样吼？好，这是男众对女众来讲啊，啊，女众对男众都颠倒变，年纪较老的当作是咱的阿爹，咱的父亲。哦，啊年纪若较长的呢，当作咱阿兄、咱的兄哥；年纪欠啊一两岁，当作是我的小弟。如果年纪呢差不多五六岁、八九岁左右的，当作是你的小弟啊，当作你囝共款。哎，自然哪里生起了阴念，生了这非分之想呢？哦，哪里起这邪念呢？自然灭掉你种种阴欲心咯。哎，你就了解吼。所以你平常时那清凉观世菩萨的人，哎，自然而然呐，你就被所谓升起了种种影响，来必输了，做了这淫欲，因此呢，自业受生死轮回啊。好，就听好。那么这修行啊，千万唔当随随便便哦，来动这脾气呢。哦，你动脾气当中害了你自己，佮害了他人。但是双方面来讲，拢总无好处、无好待啦。所以有做一直佛为教经，伊有人讲哦，来看好。佛为教经言，结功德擦，无贵真慧啊。哦，讲真好，讲会结走咱的功德发财呢，无贵于。使个性、使脾气、真狠心啦、啊！哦，所以大行都好，会布施，哦，会持戒，哦，那一阵呢，对人非常好，但是就是脾气歹呢。哦，脾气歹你家地，有哪会惹上真大灾祸呢？有你家破人亡呢？会不加乎你呢？一世人危险终身呢，永远耿耿于怀呢？所以脾气千万莫使，使你家己后端是不可失失相咯。虽然台北咧，咱台北树林有一个姓王的先生，那么一生当中呢，乐善好施啊，哦，当地人称呼是一个大善人呐、啊。那本身自己呢，哇，有一处呢业障真正现前咯。虽然世间事做也是善事。对人遐尔好，结偌济善缘呢？可是有一次，跟太太为一个问题争执，争执呢，争执啊，结果母一个啊，代志都互伊先生都想袂到。因此呢，甲太太杀起来哦，硬硬巴硬巴，啊，因太太佫站啊，站着伊下晡伊痛着站袂住，吼、哦，查甫人开得真大呢。那个木一个尔吼，被太阳晒落去，人讲苹果四五波，头去靠落后壁出一支钉啊，迄钉啊都被头人跌落去啦，当下阵死伫钉啊卡。你想看卖啊？一生六善好施，一大善人哦，王先生啊，结果落到这款地步，互关五六冬啊，名声拢尽扫落地咯。你来看。为了一个观念未拄好呢，使性地使得较地哦，怒发冲冠，啊唔管啊，今日春就高速公路下大条啊，甲太太前位太阳射落去，太太呢，太堪要查甫人摸一个啊，这骗了四五年，安尼头前哭一条哩，条都一支钉啊哩啊，结落去差不多将近两寸啊，等到伊后悔要救就救未活，结果关五六冬啊，吼吼。哎，真人心的火有恐怖无？有哪比外口的火较恐怖呢？哦，所以有做甲你讲啊，多念观世菩萨，咱来火气会渐渐的转变化去。多念观世菩萨呢，
伊往往伊争执呢未遐严重，会软化伊心地，自信心渐渐减少，最后菩提自性显露啊！哦，所以有做滴华句经有人讲，法句经因讲哦，看哦，法句经云：灵者自慧，如者本车，善为异心，气暗入明。哦，真水啊！讲你连控制家己的真信心，控制家己的情绪，控制家己的个性愤愤不平的心，控制家己咬牙情绪的心呢，亲像急车去走，互你驶会好同款。驶车驶无好，有影跋到水沟里；驶无好，有当时含人车相撞，哦，会发生事故啊。所以如履薄冰呢。随时拢有危机意识啊，安尼怎会出代志啊？你放做海海啊，散散呢，海带海带，个松懈松弛呢，往往你家己呢袂精神，精神袂集中，会惹成足大灾祸。哦，现在佫讲善为异心啊，你容易啊足敖，擅长于保护你的心，保护你的羽毛。善于呢，让你的心念能够啊达到不生不灭，时常散发出呢慈悲喜色。哎，那这人渐渐啊，气暗入明咯，远离生死入涅槃哦，净化烦恼入菩提哦，在轮回当中，大家呢了生脱死啊。哦，这善用你的心才是高人哦。善用你的心，就像开车同款，开了好，一帆风顺到目的地；开车开了无好，发生灾难，发生车祸呢，那么目标未到，人亡心亡咯。所以修道同款啊，善用你的心，哦，个超正了得，安尼你行为动作个正确，目标就会到。我都气暗入明啊！搁念一遍哈，华严经安尼讲哦，法故经云：灵者自慧，如者本机，善为异心，气暗入明。诸位安尼看咧吼，好，一部个十宝藏经呢，也安尼个讲嘛哦，看十宝藏经安尼讲哦，十宝藏经云：即性净愿。富是静忧，不见幸福，记录第一，好庄严啊！把世间的真相讲出来，你对这件代志胜利，又搁能如何呢？对这件代志呢，得大利益，完全在人群当中第一名，靠着状元，那一阵呢，所有代志拢排行第一名啦，一成呢，哎，注意。你可能结温暖呢，哦，甲别人挤压塞入边啊，家己用起监管呐，哎，你可能结温暖。啊，输的时阵呐、啊，你心肝就咧闷闷啊，未快活咯，忧愁痛苦咯。如果连个那是拢人人榜上有名，人人就要跳楼自杀呢。哦，你看每当连个的时阵呐、啊，哦，偌济人死伫个楼顶跳楼所在。唔是食药啊，就挂手腕、挂拿喉，阿姆就跳楼一大堆啊！伊啊输的时，就伫遐忧愁痛苦，叫做富时所以静忧啊！哦，这讲真厉害啊！伊个讲哦，不见幸福呢，记录第一。你啊慢慢讲，你争哦，要第一名、第二名，要冠军呢，但都唔认输的，哦。安尼呢，这人的心地非常平静。哦，你无听世间人讲，一日无事小新鲜呢、啊。代志愈多，如果好胜，哦，要争夺，即款人好胜的人往往惹代志。哦，相对痛苦也愈多啊。所以十宝藏经这话互我生出真多啦。咱毋是讲懈怠卖进步，只是讲你好胜人。好道人，这个人的结果拢总无好。
过两遍哦，看。十宝庄经云：德性正圆，富时正优，不正胜负记录第一。哦，这话比什么话较好？赢，你可能结婚完而已啦；输，家己是痛苦噶，有诶无抵抗啊。你无争赢争输呢？哦，天下第一快乐咯。哦，无坐一身轻啊，无业一身骨拢舒服了了去啊。一日无事小神仙啊，无唔对。哦，啊，咱意思唔是讲卖插风尘，卖做代志，卖做工课，那就误会哦。只是讲你心忙诶，好胜心很强，安尼自业。阿妈忙叫你呢，哦，大行大事都卖做，嘛唔是安尼意思哦，做爱做，但是你爱坚决的心，卖遐强的意思啦，咁会带来一堆的忧郁症甲痛苦啊。哦，爱做了解吼、哦，总讲一句，贪、嗔、痴，这三都是个性对立因缘，所以修道爱甲这贪欲、这淫欲的物件呢，爱转为慈悲心。你这真恨心真重的人，要转化为勇猛的道心，才是正确。那么你转这愚痴的心呢，为有智慧的心，最后净化三毒，成就戒定慧，来度一切众生，那是自度啊，安就无唔对了。好，如你好。那么下面咱继续去讲破文品啊，大家看好哦。经文里咧讲，若有女人色欲求男，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，便成福德智慧之男；色欲求女，便成端正友善之女。修德德本，众人爱敬，无尽意。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。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，福不同观。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。诸位安尼看咧吼？哦，这讲得非常的详细咯。那么来讲这白话哟，来注意看好。如果有女人想要求生查甫囡仔，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，便会生到有福德、有智慧的查甫囡仔。如果想要求生女子呢，便会生到呢有端正好相貌的查某囝，只有宿世正得了道德的根本，众人都爱护尊敬，无尽意菩萨啊，观世音菩萨。有亲像这样的威神的力量啊！如果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，福报未白费关系，所以一切众生都应该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。做委员的吼，总讲一句：你若恭敬礼拜天神救主的者呢？那么观世音菩萨，伊冥冥之中会给你加倍，会关心你，会如你所愿。哦，伊这就救助得助啦。哦，你要查甫囡仔，伊就送助观音给你。哦，你救呢女性，救查甫囡仔呢，伊就送一助囡仔给你。有影咧无？有咯。来，你注意听好。在咱高雄有一个七太太啦。因结婚有八年哦，先生含只好心帮个生母啊，我都怀孕呢。后来呢，有听到出家法师叫上普门品念观音菩萨的圣号呢。当然夫妻的大事照常去做，那么伊本身也求观世音菩萨啊。哦，足虔诚呢，一讲念头都万外句的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。个念普门品，哦，念到一个阶段时，讲有一暝，差不多三更半暝去困啦。
两个阿拉伯竟然同时梦到一个观世音菩萨抱一个查甫囡仔，哦，啊，问到这对阿拉伯讲，恁是不是爱囡仔呢？哦，是要查甫呢，还是查囡仔？那么当然，这对阿拉伯呢，非常欢喜，讲阮是要查甫囡仔呢。结果这梦呢，一梦完了，同时两个阿拉伯醒起来。查甫囡仔要讲话，啊，查囡仔要讲话，两个抢话讲，啊，讲啥拢做同款，迄梦就丢啦。结果啊，真正呢，哎，怀孕咯。这就一般讲观音送子的啦，由来啦。像这个呢，不只是这齐太太有这个姻缘啦，我听真济咱台湾报道南北二路足济人，因为求观音菩萨而得到感应，非常的多。到尾这两个阿拉伯呢，倍加努力精进的学佛呢，即马时常拢念观音菩萨的圣号，感恩了观世菩萨大慈大悲送子啊！哦，啊，即马已经搬去南非呢，有五六冬啊呢，哦，有伫生活啊，去南非呢。好，只要听好，咱台中有一个姓陈的太太啦，那么同款的是四年拢总无怀孕咯。那两个阿婆啊，痛苦无当去讲啊，听着讲上念观世菩萨的圣号，佮加添上这普门品呢，同款迄夜也梦见观世菩萨呢。讲等一下保护啊，互伊啊，等保护伊，啥物用？伊家己也毋知影。哎，结果无偌久呢，哦，怀孕咯。这个囡仔呢，竟然生出来是查甫囡仔。哦，皮肤是白泡泡就对，且足庄严，真好看，真有人缘呐。连老母大汉头一句会讲啥，你毋知影？问老母讲，妈妈，什么叫做观世音呢？哦、我讲问安尼啦，伊妈妈讲，我都讲袂记哩啊。原来这囡仔大有来历啊，起码已经渐渐大汉呢。那么看了佛像就顶呢，嘛叫妈妈家教大悲咒，嘛要念普门品呢。竟然大汉开口第一句话就讲啥？妈妈是啥物有个观世音呢？有来历咯。有来历咯，好，只有听有。搁连台北哦，有一个姓李的技师啦，伊这个所谓的第二新妇啊，本身呢，哇，家庭无讲偌好过，因此工贵做假呢，无眠无日啊，无注意伊第二新妇去动了胎气啦，哦，常常变会危险啊。那么伊就打电话来，讲这要如何是好啦？我简单甲伊讲两句话，你多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，你捌字真好，你会当呢多常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然后加念念大悲咒，尤其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，你较认真呢，一天念到两千句。那么结果平安度过十个月怀胎，结果生出一个足白的都水的，就查甫囡仔出来，哦，所以这也好用功。那么我相信观世菩萨伊面呢，就放点点呢，结果已经变成一口头语，哦，这好念观世菩萨呢。你看自古以来，不是现代才讲人念观世菩萨有感应呢，自古以来都拢是安尼。所以啊，观世菩萨度众生呢，那完全是徛伫所以啊，突破时间空间的观念去度众生的。好，是不是好？那么高雄呐，这佛华中学有一个林世敏老师呢，伊伫个册有讲，因两个本身阿未下过以前哦，有生一个囡仔呢，哦，生过囡仔，那么。下过了，准虔诚念观世菩萨的圣号，哦，是虔诚有教导，佮加添自己上普门品呢。讲生出来囡仔，我不可思议呢。同款一个，哦，白泡泡，也一个水，足水的查甫囡仔就对。讲自从这囡仔大汉了后，会白呢，唔免爸爸妈妈甲伊讲，就伫个呢，哦，就白去对，阴道骨断的所在呢。
自然合掌，一只拜只拜呢？所以看，为何伊头前一两胎的囡仔看到佛菩萨无感想，看到佛菩萨呢，伊未感觉讲这就是圣人该典礼该膜拜，拢无这感想。那为何伊求观音菩萨了，现在白泡泡又个聪明，又个高水，又个有地位，又个有人缘的囡仔？大汉了后，自然看到观音菩萨的圣像，也是三宝，也出家师父呢，自然欢喜心，手就合掌起来，是何道理呀？不可思议呀！那为何平平是阿爹尔生人，同款食这个一卡饭的，同款受这個教育，兄弟姊妹当中的思想观念就千差万别呢？这不是阿爹特别给生有卡地位？先会靠神经呢，都唔是。伊有教来看这个问题，就讲这个囡仔，伊一生以来生生世世有个亲近三宝，自然看到三宝，看出家师讲经说法，伊就欢喜心，想要听，想要看，想要了解啊。也就是讲，看到法师，看到三宝，只是一个正常人，该神经的教出来呢，伊本身冇神经呢。哎、啊，有有人看出家师，有看人无看，甚至吊工劈开啊！哦，甚至风真济呢，啊，这是迷信啊！哦，时代进步个安尼，要过一个信佛。那么，伊总是有百千种的思想甲观念呢，内部爱行入门，甚至呢远离三宝啊！为何？为何平平父母所生，神经才遐尼济呢？哦，有遐尼善良？有就遐尼恶心呢，有遐尼乖孙，有遐尼调皮捣蛋呢。总是每一人生生世世，一生俱来，业因都不相同。我曾有讲过，有的是为地狱过来，来投胎人间呢；有的是阿修罗投胎人间呢；啊，有的是生生世世无结什么善缘，平平凡凡来人间呢，所以看三宝无印象呢。啊，有的是天神来人间呢，有的是天龙八部来人间呢，有的是六海宫的孤魂野鬼来投胎，啊，有的是过来人诸佛菩萨来投胎转世，有的是开悟见过的圣僧来投胎转世，总是呢，来自于不相同的背景甲角度的人，当然是阿爹阿娘伊住下住伊囝呢。每一人的思想观念有千差万别的，因为佛教不是一世论、两世论，是无量三世论呢。安尼讲对真相才公平啊，才是平等啊，真相才讲得清楚啊。无呢，处处怪爸爸妈妈的基因，哦 DNA， 怪老母含慢，把你生到安尼，这怪爸爸妈妈是唔对哦。你嘛要怪你自己多生累劫所种的因是善是恶是好是歹，有密切关系哦，安才公平啦。好，那么有人会问啦，讲啊，查某人当咧临盆生产的时阵，清严观身菩萨的圣号，唔在不清净不净灭吼？注意，这个问题唔好烦恼哈，你当用心念。哦，医生叫你做什么动作，教育意思，你心内暗念，祝福菩萨的幸福就可以。心内暗念，南无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。你虔诚加念，认真加念，我相信你心善的非常平安。观音菩萨本人护驾在你四周围，冥冥之中会给你安排超格好事好事。哦，观音菩萨袂因为讲看了呢，你了一个哦垃圾的物件，就给你嫌东嫌西，那安尼唔是叫做观音菩萨啊？因为观音菩萨早就破四相啊，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清净不清净对来讲。拢总唔是问题啊！大家清净解脱的圣者，哪里在乎着这个一刷垃圾灰呢？所以唔免烦恼这個问题啊！
观音菩萨照常教导何时的平安，何一寡兵啊蠢蠢欲动，这妖魔鬼怪想要伤害你的囝，还是讲所谓呢要食你的垃圾灰呢，伊唔敢越雷池一步啊，所以放心啦、啊。好，这个听好。那么较早啊，伫咱这个台北有一姓高啦，高太太呢，伊本身自己呢，哇，都生头痒啊，吼、哦、呢，医生叫伊运气啦，哦，深呼吸，吐出来，个深呼吸，吼、哦，巴肚本来足大粒啊，个深呼吸丢到愈大，好，病出来，吼、哦，不但病未出来。迄囡仔头壳是足大粒的呢，顶甲这个生纹呢，跟离两空距呢，离了呢两，或者两寸的呢，都憋起，佫生未出来，或一直病出来就丢啦。那么伊的阿娘甲伊遐暗念观世菩萨的圣号，好，伊就渐渐呢无深呼吸，较快活了呢，哦，就念南无观世菩萨，南无观世菩萨，都无两分钟就生出来呀。轻轻松松，快快活活，啊！不用吹灰之力，啪一竖一就抓出来啊，就生出来啊。所以呢，你啊念观音菩萨，真济真济不可思议哦，互你人想未到诶哦。安尼呢，平安呢，或者囡仔就得啊。无敢生这头钱啊哦，生点半钟也无噶，做大人人诶，死来分期呢，还头个做大粒未啊？啊，这个阴道，哦，这个声纹是细个坑啊，尔才呈现出来，只甲停两三点呢。吼、哦，家这囡仔无死去啊，大人嘛险死去啊。伊阿娘伫边啊，甲头讲，哎，啊，我乖查某囝，唔好烦恼，啊，唔好艰苦，你也念观音菩萨，然后就稳住气来呢。家添伫边啊个，哦，这个妇产科的护士当边啊到帮忙。暗念观音菩萨呢，结果平安生出来，无两分钟。哦，起先五点半钟呢，母家这母仔强强要无名气呢，迄面色变一身骨干，一只青一只白啊，好、哦、啊，一只昏气啊，白起来更生啊，吼吼，生囝无快活哪呢？所以世间人讲啊，囝哪生出来都一地呢，哦，烧酒芳呢。哦，啊生未出来呢，都一滴棺材板呢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古早时代是啊，更加无容易。只嘛，佫了科学较进步呢，生未出来鬼气啊，家老母巴肚破鬼，哎，囡仔撇出来呢。啊，只嘛佫较无问题呢。迄古早时代，只有生甲真可怜，生甲含老母性命都命丧风转呢。哦，虽然平常时，咱会当多念观世菩萨。我相信多念观世菩萨呢，佛祖伊决定袂放点点啊。哦，像讲啊，咱屏东有一个呢姓黄的太太，伊呢本身在家就受过三皈依，那么结婚了后，伊照常称念观世菩萨呢。那么伊种生一个后生呢，哦，伊就呢真平安哦，嘛生头子嘛哦，欸无用吹灰之力呢，伊就生出来啊！你想看卖啊？所有相信啊，咱人有求于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有求必应。哦，好，搁听好哦。伫咧嘉义啦，嘉义有一些娶的太太，本身呢，伊读个代代去读书时，就用伫佛学社有个学府啦。是甲三皈五戒菩萨戒，那么伫这个65岁时阵呐、啊，哇，得到这一等啊癌啦。那么但是伊非常虔诚哦，念佛的心不变，哦，往生净土观念不动摇，一直念南无观世菩萨。啊，平常时佮清念呢，普门品呢，其他时间就用个静止念观世菩萨呢。那么有一天要往生进前的十天呢，伊就给后生祖囝新妇拢叫叫头前，讲阿娘，过十天以后，我就要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哦。
我嘛希望你那袂贵意的人，较紧去贵三宝，因为阿娘学佛也已经啊三十几年，吼、哦、一心拢食素食。虽然滴到滴到怪镜头，这也是阿娘多生累劫所做的歹因缘。我虽然消孤业啊，因为这个太太平常是有听如本法师讲经啊，伊什么安住伫道上，任何这外口境界安怎的左右呢，都动摇不了伊向道的精神、向净土的意志啊。所以呢，伊就讲啊，阿娘过十天以后，我就往生到阿弥陀佛世界去啊。阿娘一世的人拢称念观世菩萨的圣号。你嘛比我较清楚啊，所以我特别要甲您讲，哦，你来阿未跪三宝诶，赶紧去跪，大人带这囡仔、这孙仔去跪三宝，绝对是正确的啊！你想看卖，受过高等教育，读过台湾大学呢？哦，过六十年前的代志啊呢？六十年前，哦，差不多四十几年前啊，哦，迄时阵呢？女性朋友读大大无简单呢，哦，结果知识分子的学佛修道，真正十天到呢，非常自在。虽然就是直肠癌，癌的细胞蔓延规身躯去啊，哦，伊剩了一丝丝的溃烂呢，佮甲因家人讲，一定阿袂跪伊，去跪三宝，哦，大人带囡仔去跪。因为皈依三宝，并无所言无禁忌，无啥物限制，年纪无限制，嘛无个人爱食素食啊。哦，只是去挂号一哩，做有做地主安尼尔，去行皈三宝哈。我一讲完，那么囡仔伤心去哭，那么老母就讲话啊。我的身躯用六十七年啊，哦，这种机械用久嘛会歹啊，这厝住久嘛会歹啊。好、哦，有生必有死啊！哦，所以世间事这么一回事，这因果业力循环自然现象，无烦恼。妈妈是往生甲掉世界去，往生唔是往死，是生去掉世界轮回造像呢。哦，会当亲近阿弥陀佛、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啊，所以唔免烦恼哈。你那哥哥往生净土，妈妈呢？在等你哦，那么有相会机会啊！我是讲完呢，好、哦，伊就坐伫遐。众人念佛的声浪一波过一波，跨过虚空，传到耳仔边。自念他念，拍成一片呢。哎，无五分钟就往生西方净土去啊！哦，遐尼自在啊！观音菩萨未过难啊！观音菩萨袂打妄语啊，观音菩萨伊是圣人啊，度咱了生脱死啊，所以就爱好好念观音菩萨。哎、欸，你清楚吼？哇，那清楚呢？你讲的当中时间阁未准，会见啊。那明仔载呢？观音菩萨普门品，地高天，同时间再会。